是抗晕很高啊，完全，哇，要中精准了，又晕，为什么晕不到啊？我看一下晕命哦，晕命也蛮高的啊，38了耶，昏抗50。驾驶员的问题啊，晕不到，他抗晕应该蛮高的。赌一下，我赌一下你。队长，等一下我赌他。艾伊尔对妖精，我不知道。他是好像也是骑士吧，还是战士？哦，战士。我应该要让他，对不对？他应该是红电。来，打红电，我是要让他顶红哦，这顶红哦，这顶红哦。哦，战士哎，他是战士哦，哇，不妙。没有啊，这我故意输的啦，我故意输的，我故意输的，我故意输的啦，故意输的，栽一场，没有啊，那一只也要卖啊，我故意输的，栽一场，我不信，栽一场，哪样呢？没有啦，靠北开场怎么会这样？打输两个红变，妈的！在，我血补满，有点雷。等一下，我买个魔品，我忘记打战士要卷魔品，为了赢。我看一下魔品，我身上有没有魔品？我记得打战士要卷魔品，为了赢，不择手段啊！来，防掉到121，找黑妖，这好玩就好，没差、啊，好玩就好。来，消。打、啊，是不是要让我？我卷，怎么都不会晕啊？干，这只是不是很强啊？哦，不玩了，这个应该输了。这有什么仗？但是没有晕到。哇，但是没有晕到，就不妙了。有没有机会呢？哎，后来哇又被晕到了，哇不妙。但是又被晕了，这不妙。又被精准了，掰了。我、哦、这妖精真的这么猛哎、欸！啊，他变红变，啊、哦，他本来就红变的，我记错了，他本来就红变，他变红警卫，本职药水哦，本职药水就那个800那个、啊，这个马普勒的成长药水组合包，这个药水黑暗哈丁成长药水。
转职熟练度有更新？没有，没有更新，他没有处理。干。为什么我都输？我带恶魔啊！我是带恶魔啊！我带恶魔啊！他是这个变身没有抗晕了，不然应该好一点。那这一只没有，他屠龙者没有抗晕嘛？有啊，带恶魔啊！我当然带恶魔。这一次我看谁赢啊？哇，妖精狂胜欸，没办法，妖精狂胜。那只好车轮战了，我跟妖精一场。60%吧，60%。现在50%，然后昏迷38%。